我虽被称为武朝第一赘婿，但在家中，哎呀呀呀呀呀，真是太残忍了！同为赘婿，理解，理解。所以啊，我们就这样，然后，嗯，什么民宿度假区？嗯，可这套路，我算过了。 土地50贯，盖房350贯，故人9贯，宣传10贯，合计只需450贯。好贵。到时盈余我只要40成，60成给您。驸马，寿地是单次买卖，而度假村的现金流入可就以日计算了。妙啊！那小友打算投资多少啊？500啊？50。 康老，投资看的是风向和回报率。您往长远了想想。小心，宁小友，一次。 合作愉快，回见。驸马爷，合着您这钱没收回来，还倒贴了400贯？不懂无言。<笑>明公这生意谈得好啊，一碗茶的功夫便谈妥了。<笑>我可是在替秦公试探此人呢、啊。若真是人才，400贯。